常常祝二叔叔生意兴隆，啊，身体也是健康，有时间多运动，谢谢 ，OK。你既也是生意兴隆，然后小朋友听话，然后再来。大家，大家有没事要运动哦，啊，要身体健康，赶快生小孩，赶快娶老婆。好，再换小叔叔，小叔叔生意兴隆，好，谢谢，帮你祷告哦。嗯，你哪有祷告？多久没祷告？然后那个，以耶稣之名。你多久没替我祷告了？那个妹妹听话，啊，小叔叔也听话。然后再来，换小孩，换品轩，那我们祝福一下品轩，可以加入我们洪家的大家庭。杰尼，品轩，考试顺利，啊，领进头赛，啊，洪浩宇。加油，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然后再来，我们洪杰涵，认真读书，加油哈。还有准备听你祝福杰慈啊？杰慈不用啦，杰慈在家。杰慈把祝福让给你轩了。在家要。杰慈把祝福让。给阿妈的话。哈哈哈哈哈。阿妈的话哈，然后。那个学院顺利，然后洪慈敏也是啊，加油读书啊，拼职称啊，没问题的啦。然后再来，还有后面这个身体赶快长高，比我高，比你哥高，这样我才不会泄气。一定的。好，还有阿财叔叔，祝阿财叔叔身体健康。那个脚啊什么的都赶快，身体有什么生病的都赶快好，还赶快找一个老婆。好。好，再来。再来还有谁？妞妞啊。阿公啊。阿公，我们都这个子孙满堂。子孙满地满堂。然后还有妞妞听话，然后还有那个阿新叔叔，那个生意兴隆。然后阿弟回家买牛，然后Rainy 也买牛，也买牛，买房子买牛，买男人的，好，来下来一起动，一二三，你说你要拿去再多放进去啊，好啊。